多个圈哦。网络新闻，网络频道。哇，那怎么跑不出来？你们三千多个太多了啊，要等一下下啊。也要一个一个慢慢出来啊。这里网路哦。哇，这就是、啊、印度的 TVBS 啊！你看看这个台湾的啊，你看全部都有啊，根本就 OK 啊，全部都有啊，就买这个就好啊。你看，哇，他其实也是 YouTuber， 他怎么没反应？因为他现在没有播啊，他到一点半而已啊。哇，这么烂！你看 TVBS 啊。三立，你看三立，哇！这是 video open you， 这种屏，那、啊、你就用 YouTube 看，你为什么要透露别人，然后再到 YouTube 去学 ？TVBS， 你在表演特技？没有啊，这样子比较方便啊 ，YouTube 里变成你啊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免费的哎，可以啊，啊，为什么你要一直付钱？所以你要去说服阿嬤、啊、我不用说服他，我就 我就说我们现在第四台变成这样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我要讲什么东西？结果他就看到啊，这帮人看了我的一下，这一定这么简单哦。S 一直鼓吹要买它，买啥？没有，我说第四台砍掉，我们来装这个。你看你的中天啊，有什么东西都有，你要看什么全部都有，这不是很棒吗？为什么要第四台呢？你该有的这里都有，这里还不用一直付钱。那你现在阿嬷房间一台，一个月一个月就赚回来了。嗯，那你要一个月就超值了，不是吗？就这么简，就打开电视，然后选我要看中天 TVBS 就什么台，这样子选啊，不是一样吗？这还更清楚。有吗？看起来有点复杂，对阿嬷是清楚吗？超清楚啊！这么清楚，你不用安装这么多，你就安装一个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安装这么多，让它这么复杂？这个是 default 吧？这哪是 default 啊？它有应用程式啊！它装这么多应用程式，它这不能恢复原厂设定吗？啊，你要解除安装啊！它原厂设定当然是装全部都是广告的东西啊，你要自己设定啊。